新店溪位于台北边缘地带，溪中的水近日潺潺流动着，流过多少岁月，流过多少年代，丝毫不曾改变。每一天夕阳依约准时来临，染艳了天边，映红了溪水，同时也为繁华的大台北都市夜生活拉开了序幕。台北，人们追逐向往的所在，一个个怀抱梦想而来，多少人禁不住诱惑迷失了，多少人克制不住沉沦了，一幕幕的悲剧轮番上演，永不止息。黑夜永远是犯罪的保护色，暮色遮掩了丑恶，暮色隐藏了羞耻，暮色蒙蔽了良知。于是乎，他踏入了永远无法回头的不归路。还要不要换？先把手洗干净，人家的手也不脏嘛。奶奶，我等一下陪你去上粽子。把功课做完了再说。我的功课在学校都写完了。你把联络簿念给我听。国文第五课生字，
数学第十三、第十四页。嗯，还有没有啊？不要骗我。还有明天要交的圆珠费200块。哦，放心，奶奶有钱，今天清洁队啊正好发薪水呢。奶奶，你今天送的粽子好像比较多哎。王老板跟我说啊，客人很喜欢吃奶奶包的粽子，从今天起啊，我每天要多送10个。哇，奶奶好棒哦。所以啊，奶奶就更有钱啦。其实奶奶你也很辛苦哎。奶奶，等我长大，我一定要赚很多钱，你就不用去包粽子，也不用去扫街道啦。你只是个最孝顺的孩子了，奶奶以后就等着享福喽。哎，奶奶，你看那里有一个皮包哎。哎，对呀，我们赶快去把它捡起来，交到派出所。掉的人呐，一定会很着急的啊。怎么样？死者是被勒杀的，死亡时间是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之间，并没有遭受到非礼。是谁最先发现？小弟弟，不要害怕，我是警察，我想请你帮我的忙，好不好？我女儿都不行、啊、小三早就归我了，我说过不准你再来看她。笑，我也是她父亲啊。你不配做她的父亲，你给我滚，立刻给我滚。不要给我这副样子，小三也是我的骨肉，我跟她也有父女之情。不配，她是你的骨肉，你尽过做父亲的责任没有？从小到大你买过一罐奶粉给她没有？我生他的时候你在哪里？他生病的时候你又在哪里？你为他付过什么？
我是没有钱，我是穷，那是我愿意的。你去赌就有钱，一个大男人也不到外面去工作赚钱，只会偷我的首饰去卖，去赌钱，你有没有出息啊？你有没有为我们想一想啊？你还有脸来看小三？告诉你，你没有那个资格。好，你骂，随便你怎么骂，反正呢，我已经让你骂习惯了，你骂，你骂呀，随便你骂。你走不走？被你侮辱的够了，不要瞧不起他，我不会穷一辈子的。啊，哎呦，他们回来了。七八，新店公共命案查怎么样？还是一样，一点眉目都没有。本来是临时起意抢劫，现场一点线索也没有。不要气馁，继续努力，加把劲儿啊！做完了，辛苦。不过你还有任务，今天晚上该轮到你支援林姐了。实在不好意思了，自己做的一点心意，我请你拿给他们吧。那就先谢谢了。好，走吧。这是那位张妈妈请大家吃的。哦，张妈妈谢谢。不客气。待会我去看你们啊。张妈妈，你包的粽子真好吃。大家都这么说，你喜欢吃的话，我明天就多带几个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样子的话，我可不敢来了。救命！
发生什么事？有人带我，在哪里？走，带我去。 最近新店连续发生几件奸杀命案，弄得当地居民人心惶惶，社会舆论都在指责我们。上级也非常重视这个案子，你们是怎么处理的？为什么一点进展都没有？报队长，我相信大伙都已经尽了力了，只是这里凶手太过狡猾。截至目前为止呢，我们仅知啊凶手他专对女性来下手，别的就一无所知。附近的不良分子，清查过没有？ 都清查过了，但是都没有收获。我想，歹徒啊不一定是住在新店的，或许他是外来的呢。嗯，立刻清查新店附近的宾馆跟旅社，一定要把这个歹徒缉捕到案。是。对不起。 我们是刑警，想查一下旅客登记簿。等房子租出去以后啊，奶奶还想来一个会，一直存到你大学毕业，那留学就不成问题了。 哦，丽子，你会不会写租条啊？简单啦，先写一个租字，嗯，再写一个房间一千。哎，奶奶，嗯，租金多少钱啊？嗯，2000块好了。哈，那么少，应该租个20000块才对。<笑>我还想租20000呢，哎，2000块钱差不多了。 再到别的地方去。啊，陆先生，你准备什么时候搬来呀？啊，我想今天就搬过来，住旅馆太浪费。那欢迎欢迎。大家付租金2000块。哎，李志，应该的，真是不好意思的。张妈，这是2000块。谢谢谢谢，思宪。 你是做哪一行的？啊，我的工作很特别，得要看机会，有时候赚得多，有时候赚得少，不一定。小姐，有事吗？我，让我叫，助理。
我们需要警队的签下。喂，这一队。哦，请讲。是，嗯，好，谢谢。组长，西店又发生一桩少女奸杀命案，刚刚过审，队长。 出了什么事啊？没事没事，你还说没事，你看你手上还有血。哦，这是我刚刚在巷口被摩托车撞的，没关系。哎，严不严重啊？不严重不严重，你忙您的啊。这批心理治疗下手越来越狠毒，这一次居然杀了死者20几刀。 简直是心理变态啊！根据我的经验，很多心理变态的在平常时候啊，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，由外貌上很难分辨。这么说来，不是更难查了吗？所以我们要运用民间的关系，深入调查，充分发挥警民合作的精神。我们就朝这个方向进行。
张妈妈，张妈妈，哎，张妈妈，哎，王警官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啊？请坐，请坐。我是到附近来查新店之郎的案子，顺便过来看看。立志呢？他还没放学呢。这小孩子蛮可爱的，我很喜欢他。这孩子命苦，前几年他爸爸妈妈出车祸死了，就留下我们两个相依为命。我看他对你蛮孝顺的。这孩子是很懂事，可是他跟了我一个老太婆，我又不能带他到处去玩。我记得以前他爸爸在的时候，一到放假总会带他去钓鱼啊，烤肉啊。姐啊，我放假的时候，我爸爸常常带我来这里钓鱼烤肉。以后只要我有空，我会常带你来玩。丽子，我们去看看烤肉好了。已经好了，你先吃啊。好，谢谢。我们走这边。平常我都走这边。哎，那边路不好走，我们走这边。哎，来，走这边。我看你带我绕那么大一段路，害我走得累死了。那条路明明好好的嘛。可是我回来的时候，看到有人在修路嘛。王警官，今天把你累到了啊，真好意思。我也难得轻松一下。张妈妈，电话借我用一下。好，请用，请用。丽芝啊，怎么今天玩得高兴吗？我们吃了好多烤肉，可是没有钓到鱼。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赶过去。出了什么事？这附近又有人被杀了，我们出门小心一点。那我先走了。当时现场就你一个人。红鬼，
怎么样？这位先生看到凶手，可是被他跑掉了。我看到凶手把他皮包抢走了。帮叔叔做件事好吗？什么事啊？弟弟领钱啊？弟弟，你替谁领钱？我替我叔叔领钱。叔叔领钱啊？好，等一下哈。可以随便拿人家的钱呢？这是叔叔要给我的。他为什么不自己去提呢？哦，丽正，你先到房间去。正义队。哎，请问王警官在吗？他不在，有什么事吗？哦，你告诉他，我是张妈妈。哎。我发现有一个人很像新店之狼哎！哦，他是什么人？告诉我，我们立刻去查。哎，他张妈妈，他就是张妈妈。丽子，赶快出来，咱们就要打牙祭了。那我待会再打给你好了。喂，喂喂喂！哎，中华，刚刚有个张妈妈打电话来找你。他说他发现一个人啊，可能是新店之狼。新店之狼？哎，我打个电话。丽子，来这瓶汽水给你。张妈，我今天运气不错，赚了不少钱。来，你喝一杯。哎，我不会喝。哎呀，客气什么？来，丽子，来干杯。来，张妈妈，我是中黄，听说你发现新店之狼是不是？我待会再跟你联络好了。张妈妈，什么事啊？没什么。总好，刚接到新店分局的报告，说昨天被害女孩的家属说，她皮包里的存折、印章都不见了，我怀疑是凶险拿走。那就是说，凶手随时可以去领钱了。对，哪一家银行？中国国际商业银行。七宝，赶快去查一下。奶奶走啦。哦，好。小心车子啊！
新店之狼果然把钱领走了。哎，我们迟了一步，银行里都会有录影存证，把录影带借回来。这个小孩我认识。怎么样？奇怪，没有人接。侦缉队。什么？新店的一个建筑工地发生命案，郭总，登记报到。就是他打电话告诉我，说他发现了新天之狼，可是却很莫名其妙的把电话给挂了。难道怎么？这是灭口啊！总华，你有没有线索？我觉得他是……总华，查，对的。起吧，快回来。丽子，是谁叫你到银行去领钱的？哦，是我们家的房客叔叔。他人在什么地方？他刚刚在路边打电动玩具。那你赶快带我们去找他。好，走。
孤儿院的生活习不习惯？老师们都对我很好。只要有空，王叔叔就会带你出来玩。我将来也要像王叔叔这样当警察。为什么？我要把坏人都抓起来，让他们不要再做错坏事，让他们不要再伤害好人。丽子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是个很好的警察。一个坏人为什么要伤奶奶？奶奶好可怜我。为什么好人总是短命？为什么悲剧总是重复的上演？新练习忘记了人世间多少悲欢离合，不知道是看透的末世，还是感伤的呜咽。溪中的水依旧是近日颤颤地流动着，丝毫不曾改变。以上的故事纯属虚构，但是新店之狼确有其人。将近一年的时间，他犯下了十几件强暴杀人的案子。今年的三月上旬，由新店分局刑事组所侦破，新店之狼终于落网成擒。在此，我们仅对劳苦功高、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致上崇高的敬意。站住！啊！我死了！站住！我怎么一定要抢呢？不知道为什么眼里贴着纸来。站住！别动！别动！我要把他们都坏，哎，还有谁？我要把坏人都抓起来，不要让他们再做错坏事，不要让他们再做，哎呦！社会舆论都在指控，上级，你让转转转。被侮辱够了，不要瞧不起人，老子他妈的这辈子阴影。嘿嘿嘿嘿，这个就拿出来了，我被你侮辱够了。